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 Q 奇，欢迎来到了 Q 奇的频道。今天呢，要来拍的是贩售日式的史莱姆，大家呢可以透过马来西亚 Shopee、台湾虾皮以及国际官网购买到 Q 奇的史莱姆。然后和大家告诉一个好消息，就是四月到六月份的每周六晚上8:30都会贩售 Q 奇的史莱姆哦。这样子让大家更容易买到自己心仪的款式，所以看到有喜欢的款式一定不要再错过啦。那我们的贩售影片就正式开始。首先第一个登场的是波子汽水，上面呢贴上的是新的雷射 logo， 而且还有附送冰块和波子汽水的配件，这样子看起来真的很好看。然后这一款是一款水潭，味道方面呢是甜汽水的香味，真的超好玩，我很推这一款。第二个是这一款扭扭吃嫩草哦，这个款真的很透明，这个好像冰块里面有一只牛。旁边呢会有附送这一包小草，让你们来自己动手制作一款扭扭吃嫩草的史莱姆。首先把草给倒在盒子的底部，接着呢再放扭扭的配件下去，放入刚刚的史莱姆，将将就这样子做好了我们的扭扭吃嫩草。蝴蝶与仙境 bling bling 的史莱姆真的很吸引少女心，这一款是偏光类型的，而且还有添加亮片，手感真的超厚实，它是那一种很吸手指然后又很厚实的史莱姆，而且这一款是新的苹果香味，我真的很推，你们可以尝试看看。下一个是三丽欧的系列，这一款呢有三款，大耳狗、布丁狗还有库鲁米，款式都是随机发货的哦。上面配送的装饰可以像我这样倒在史莱姆的表面，三款不同的设计有不同的风格，这三款都超好看。3年前 Q 奇出的星空扭蛋机它回归了，很多人都催我返场这一款。金色扭蛋机的罐子显得它很高贵，上面的石色胶它是自然落下的，所以每一盒的沉淀样子都不一样。这一款主打的是不粘手和厚实，很适合新手党去尝试。而且我还会附送另外一个小盒子，让大家容易收纳这个史莱姆。下一个是蜜糖罐，旁边呢有附送一个蜜糖棒，这一款虽然它是返厂的设计，但是手感完全和之前的不一样，被我改造后超级厚实，好像熬了很久的蜜糖，真的非常的浓郁，香味是甜甜的蜜糖味，在视频里面的手感你们可以感觉得出来，它真的很厚实。超漂亮 Blackpink 的史莱姆，是玻璃罐子的材质，贴纸是有附上偏光类型的，而且背后还有成员们的贴纸签名，就看你们能不能抽到自己喜欢的成员签名。最近不是超火 Blackpink 的 Oreo 吗？我买了这些饼干送给前十位买到 Blackpink 史莱姆的顾客，就看你们的下单手速快不快咯。啊哈哈！哇，好厉害！我觉得超幸运的，抽到 Lisa 和 Jenny 的卡片。橙子不吃橘子，非常有日式包装的风格，而且罐子是圆圆的，和橙子一模一样。里面呢还附送橙子的配件。外观的设计我给100分，但是这款只有出一次就不会再出了。先说手感方面吧，里面就好像有一块一块的软粒粒在里面，你们也可以像我这样子把史莱姆搓圆，就真的好像橙子，手感就是软软磨砂的，味道是橙子的香味。妈
妈的小金鱼，这款的设计是为我妈妈设计的。我妈从小就很喜欢金鱼，因为她说金鱼很漂亮很精致，所以我找了很久这个配件，从中挑选出最精致的给大家。这款有分成大的和小的容量，小的包装设计呢，就好像你们在外面买了鱼要带回家养，然后用袋子装。大的包装更加的精致，像是为自己的宠物打造一所属于自己的家，而且是500毫升的史莱姆容量。先把石头放在鱼缸的底部，加上一些点缀的配件，之后放入四分之一的透明史莱姆，插入水草，还有精致的小金鱼。我们的小金鱼鱼缸就做好了，颜值真的超级的高。现在到起泡胶的部分，2.0 版本的新鲜三文鱼它来了，包装和之前的设计提升了不少，而且还有一只有脚的鱼。在包装的设计和手感方面，我最最最推荐这一款，超有日本的风味，我很喜欢，而且手感方面适合新手老手都适合。对，它厚实到不粘手，而且起泡能力也很强。香味方面呢，是花香味加芒果的味道。旁边呢有附送给大家这个像仿真酱油的硼砂水。杂果软糖，简约罐子加上 Q 奇附送的 Poifu 软糖配件，大家可以拿来收集或者是摆放在史莱姆里面当成装饰品。这款主打起泡胶的手感，还添加了糖果彩色粒粒，香味是新出的甜甜杂果软糖味。下一个草莓脆片，喜欢 ASMR 声控的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款，声音会让人很解压。这个呢是第一次 Q 奇新出的史莱姆手感，这个像是石头，但是不是石头的补充物，完全不扎手，声音超级疗愈。有眼睛的花生酱你们看过吗？这个外包装是我更新过的版本，更加的可爱。这个里面有加外国的水变雪，表面像花生酱的颗粒，味道方面呢是浓浓巧克力的香味。樱桃脆皮，雷射的贴纸材质，还有铁盒的罐子。近期不是很流行面粉手感的史莱姆吗？我加了88%的牛头白胶，还有20%的春笔，巨厚实。玩史莱姆的老手肯定能感受出来，这款是用很昂贵的白胶制作的。这个呢，味道是樱桃的香味。你以为猫烤酸奶只有那么小盒吗？No, 现在 Q 奇新推出了 XXL 10倍大的猫烤酸奶，这也太大了吧，贴纸也大了不少。我很喜欢的一点就是和普通版的罐子一模一样，感觉是给巨人玩的史莱姆。猫烤酸奶我就直话直说，是我2019年卖到现在的一款，我称之为它全能史莱姆。不管是在质感方面，还是起泡，或者是香味，永远是在我的 top one， 就是心目中的第一名。让我看看猫烤酸奶谁还不爱呢？哇哦，是小新的洗衣液，在前50位购买的都能拿到 Q 奇送给大家的小新的钥匙扣，罐子也拥有了彩色的蜡笔小新贴纸，加水的手感更加的厚实，比之前的厚实了10倍。现在让大家来感受看看盖泡泡的手感吧。
今天的贩售视频就拍到这边咯，记得今晚8:30我们不见不散哦，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